又到礼拜三了，哎哎，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在画面上？有啊，你有啊。为什么我看没有？看错了吧？我看 PGM 你不会动，然后没有我。那你的 PGM 有问题，我看的是都是对的。好啊，那我不要装了，不要再胡乱了，不要再胡乱了。哇，你哇你好定哦，是不是？你是个很有定力的人呢。朋友们，订阅嘎哇奇瑞，开启铃铛，别错过任何影片。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一开始先讲一下，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的单元，这个惊喜包嘛。哎，上礼拜四仪的这个惊喜包，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现在就来看他的这个观看次数跟我的观看次数会不会差很多啦哈？哎，可是他有新三色加成呢。可是我哦，好，没有，他只有我的一半。哎呦，还是你秋。如果我好不好？啊，怎样？再胖个20公斤，那天再大个2 cup， 哦，大家更要看。还是我直接对不对？做菜然后叫 Zoo's Kitchen。欸、好像哎、欸，但是我的确要就是夸奖一下我们的贝小姐，她还是真的蛮知道如何搔首弄姿啊。可是我看我就会觉得她还是有一点取悦观众，比较符合一个就是市场，明明可以再 real 一点。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觉得的真的是哎呀，这种时候就不是这么单纯的，就是哎啦，对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嘛 ？I know， 要抓到那个那种在家里有没有这样子，男生这样滑手机滑。女朋友这样走过去会有一种，这个你知道吗 ？That's my girl 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好，那这个这一周呢是啾啾的惊喜包，对，那个预告我也有看了，哦，真的是只有一个字，你猜猜看是什么？白，这个瘦。看啾啾那个腰哈，我就想说，这个是国中、高中做肢体前弯会直接把身体折断的细度，他就是立定跳远，一跳然后落地，啪，脚就断了。来，新番时间，上一季呢有不少的动画完结了，比如说这个刮掉胡子的我与女高中生，还有佐贺偶像是传奇、卷土重来等等，啊，都刚好完结。神作，只要讲到这个名字，我就要拜一下。七月开始又有一波这个新番热潮了，台湾自制的 4K 动画影集《勇者动画系列》，由五月天阿信担任音乐统筹，集结了美秀乐团、茄子蛋等多位歌手为影集创作一系列的歌曲，角色配音还邀请到了黄子佼、吴康仁等等特别现身，赞！希望他可以持续做，而且听说将来有一集还计划找一个实况主叫鸟屎的，哎。还真别乱讲，拜托啦。探索隐藏在大自然中的宝可梦大自然冒险活动 Pokemon Wonder 呈现方式也很特别，是从大自然取材，比如说用这个棕榈叶折成的棕榈叶折成的铁甲蛹还是铁甲通是中指通，没有了，还是利用楠木雕割出来的木木鸮，或者是用木木鸮还是本本鸟，本鸟用大理石石雕雕成的菊石兽，哎，这个没得，是菊石兽还是米口兽？